嗨，我是邱彦翔，我是宇宙速度最快 5G 加 WiFi 6手机好速成双最佳代表 BFF 邱彦翔，你在干嘛？我就跟粉丝约好要直播，但是都没有看到人欸，我只看到一片白跟一个圈。眼前的白不是白，你说的圈是什么圈？我就看到一个圈，它一直在转圈圈转圈圈。哦，那个圈叫做阴魂不散，是上难缠，考验修养的 loading 速度慢的人会被它缠，上理智线网路线一起断线，你换 5G 加 WiFi 6看看。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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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都出现了。就跟你说过，在外用 5G， 在家连 WiFi 6，连手机，连音箱，连导航，连冷气，连 YouTube， 连小鸡结账，无缝接轨，让你体验到什么叫咻一下就到的光速感。对了，你往前跨进那条妈呀，从室外到室内网路就断的死亡之线，看看。哈哈 ，Internet is still alive， 耶、yeah. ！现在邱彦翔在玩进进出出、跳来跳去的空间转换游戏，我们就不打扰他了。我是宇宙最快速室外 5G 室内 WiFi 6自由切换，充顺畅，下次再见886。在外 5G， 在家 WiFi 6，台湾大哥大，好速成双 ，5G 加 WiFi 6，行动光纤一起办，月租41折。